伽罗没用，还是没能救您出来。如今天王已经答应重生，我一定会帮您洗清冤屈，救母亲他们出来。 手的痕迹如此明显，仵作不可能咽不出来。我父亲是被人杀害的，却被弄成畏罪自尽。很明显，仵作和狱卒都被宇文护收买了。不过他做的越多，露出的破绽也会越多。总有一天，我们能掌握他的罪证。伽罗。 我们应当赶快将这件事情告诉我父亲他们。父亲，您放心，我一定会为您洗清冤屈，一定会为您报仇。 曾经让我走夜路，他让我不要害怕。可是外面很黑，我非常害怕，只好一路狂奔。我后来才发现，父亲他始终都在终点找着灯等我。他虽然对我很严厉，可是我知道，他心里是很疼我的。 我想用一辈子好好孝敬他，以为来日方长，却没有想到再也没有机会了。我母亲去世的时候，当时我也是哭得泣不成声。我很小的时候便离开了他，谁知再见面时已是永别。没办法，再痛苦。 再难熬，我也得一个人撑过去。长夜漫漫，总会有过去的那一天。伽罗，你一定要坚强，要保重自己，因为还有很多事情等着你去做。 伽罗，我们得赶快离开这里。伽罗，我不能把我父亲放在这里。伽罗，父亲，走啊！父亲，快走！父亲，快点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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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禀大总宰，事已办妥。 如果人人都像你一样，叫你说什么就说什么，叫你做什么就做什么，那世间便真的太平不少。可有人偏偏不识时务，实在是该死。小佐如何？已安排妥当，保证不会再出现了。 萧佐此人还算有用，留着他，待风声过去之后，再另作安排。是，大冢在英明。大哥，萧佐果然不在秋官府，父亲以前去追赶。随国公怎么会知道萧佐的行踪？秋官府守卫谎称不知，在父亲的再三逼问之下，方才说出了实情。 这就怪了，宇文护他这个人为人狡诈，萧佐又是此案的关键人物，他应该不至于会透露萧佐的行踪。伽罗，你的意思是这其中有诈？可是父亲已将府兵尽数带走，若无天王旨意，也不能调动兵马。还有一人可以帮忙。
坐一下。 这什么地方啊？不知道。现在天色也不早了，看来今天晚上我们是赶不回去了。这次让那个萧佐逃了，下次再抓他就难了。 对不起，佳璐，你为何托人这么说？宇文护联合萧佐设计埋伏，明显是对杨家也起了杀心。刚才杨叔父也受伤了，是我连累了你们。佳璐，你可千万不要这么想。宇文护那个狗贼，狼子野心，作恶多端。魏国公和楚国公是终身盟约。 即便是没有你，我们杨家也不会放任不管的。况且，那个宇文护觊觎我们杨家两只精兵已久，迟早也会对我们下毒手的。你倒是挺会安慰人啊！我小的时候啊，跟着智仙师太住在般若寺，师太教会了我很多面对困境时的道理。
那你从小便没有跟在父母身边吗？我出生后不久，师太说我命有一格，不宜养在俗间。我父亲母亲也是忍痛把我送离出去。不过既来之则安之。师太经常告诉我，苦修和自律可以让一个人不忘初心。我幼年时，母亲也常常带我去般若寺上香，为何从未见过你？我随师太住在别院里，师太后来经常带着我云游四海，施粥布药，专门帮助那些被战乱所苦、为生计所累的百姓。难怪了，所以你这么宽厚仁善，不同流俗。伽罗，你过奖了。对了，伽罗，你与鲁国公很熟识吗？今日多亏了他出手相助啊。我与鲁国公还有高炯是自小相识的玩伴，后来他们常征战沙场，就很少见面了。哎，伽罗，鱼烤好了。伽罗，你的衣裳干了。好了好了，不要磨磨蹭蹭了，明日还有很多事情，早些休息吧。伽罗，我知道你这几日历经生死，要是换做常人的话，早就已经伤心欲绝了。可你还是那么要强，都没有机会让自己痛痛快快的大哭一场。我知道，我能为你做的并不多，但我会尽我所能让你依靠。佛教讲的是大爱，但我现在觉得，我的爱是心里住了一个人，满脑子全都是他，想全心全意地对他好，陪伴他面对一切苦痛磨难。只希望，只希望那个他能够相信我。